我们感受到我们人需要三个吃东西，就是空气、阳光和水。我们缺少阳光还不会怎样，可是缺少空气，我们十分钟内全地球的人都会死一遍。所以我们想要再改善其中一个问题，就是抽烟。我们就是想要拍摄影片，然后让那些已经在吸烟的人少吸烟，然后让没有吸烟的人不要吸烟。时间不够，所以我们早自习和午休的时间抽课来这边多加一些课程。是有时候就是光源会不足，就暗暗的，所以我们就以开台灯来解决这个问题。那而且我们三个人画风都不一样，有我们三个里面最会画的人画。那有时候就是会撞到锅子，然后就会歪掉。所以我们就把那个拍摄架加重，让它不要会动。